要打败他们吗？还是要一定要打败他们哦？天哪！是哦。都要打败他们是不是啦？都要打败他们。要被发现，爸爸。我要打他干。那么大，那么大块头。他吐锤。当然幸好啦。诶，敌方回合了，打完了。我竟然能自动打他。哦，你们把我的血弄得那么少了，你们两个，这样我怎么打赢呢？没关系，这个快，哇！他剩多少？21哦。再中他，他最低了，快点啦！知道啦，我要打这个兔子啊！哎！在他旁边，他们打不过啦。哦。我不是在撞吗？我这样撞再过来啊！哇！哎呦！天哪！天哪！哎呦，还能打到我！英雄快要变成狗熊了。这边还有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的注意啊，这边呢、啊？全部要打死啊！对。啊！哎呦，这样能打到我？早知道我今天先把你打了。天哪，我看我过不了了，过不了了。哇，这个打我还得了？哎呦，还好。加血？为什么泡泡是干嘛用的？我就搞不清楚。
哦，天哪！不要打我！哎，我什么？我不是踢他吗？没有，你没有在踢，你没有慌的好了，好了。